挖，马上玻璃耶。终于知道啦，啊？鹿港面店很差。这个红烧包有够有名的。罗林的挂台语。耶、yeah, ，我是罗林哦，今日阁来高雄诶，月世界，等一下就闭馆去翕相。月世界就是一个地景，我看网络讲是雨水加雨落雨，冲几千年了后就变安尼。我要去月世界翕大片。出来，搁出来，闭馆就是要出来。哦，终于有水了。有斜斜的，然后有头晕呢。好歪哦！这是慢慢变，一定要翕一溜。我下尴尬诶，会当带我去食美食好不好？行。阮决定去基山找一家食，找到这间报名的店，在地人一定知道，因为伊的这种肉是足有名的，看起来是排骨吧，煮的皮厚厚的，阮直接食中头，所以点了满满的一桌。这个红烧肉有够有名的，足紧就卖完的，爱排队的。你看，哇，看伊的皮，红烧的比较突出诶，刚刚有一点仔焦诶，感觉吼，煞脆诶，好食，你一定爱食着，因为红烧肉爱温伊个酒诶，唔知影虾米酒诶，哦，蒜头味，但是有香蕉啊伫咧内底，我食着你三种味啊，嗯，那袂歹啊，就合诶，这个是肉烧饭，肉烧内底有肉酥。嗯我咧在南北，就是袂歹。你讲有买啥物？花莲哦，温酒。没什么好说的，顺就对了。孙啊，会不会讲错？嗯，凉耶，凉。刚我比较老实吧？对啊，还没退。嗯，是嫩的迄种鱼味，我介意这种。我无介意生食的，怪怪的。我点水，我点汤。啊，配汤啊？哎呀，你也无配汤的，是噎到。噎到。哎，谢谢。我可以演绎出来。哎、欸，大家，我已经到基山老街了。来到这就先吃一碗米线鸡，来。你别忘记了。这个料看起来足切臭的味。看你看。有鸡的，然后有足侪种白的，有阳光拍就是美啊！收啊，大姐。嗯，哇，有够脆！大肠嘛，袂歹。基山的面线鸡，终于吃到啦！哈、啊。鹿港面店有差别。比是无同的，鹿港的较是啊，较嫩的。你就家己去加醋啊，加老油啥物？自由度，家己调整。今日天气袂歹，大家做伙来踅街。突然间想要啉甜的物件，啊，就是你啦！这个就是优德杏仁露，看哦。哦，这个 combo， 又特别配合。酸酸的汁，又得汁，加这个杏仁的杏仁露咯，不然我讲什么？这个组合是特别的啦，我感觉就是解暑，有一点仔冰就是啦，这个杏仁露。但是果冻就是无食过，贪新鲜。Hello， 天暗啦，我搞面弄啊，为什么讲来面弄呢？因为顶届来的时阵吃到。最好吃的地卡，我最怀念的，怀念到即马挡袂牢，一定爱来再吃一次。实在 ，OK， 吃就对了。哇，马上玻璃耶！不是咧做刮鱼给你看哦，不是做鱼给你看哦。OK， 虽然顶届我来嘛是店家同款的物件，但是看起来拢无同的，
大家吃看伊顶一集的味道的肉，不要紧，就试一下就对啊。这个味嘛是足够的，有肉加入味的，就是有嫩我就 OK 了。这个彩虹，这款有红葱头啊、八蛇，哇，都很大块哎，我的形象，我先丢掉我的形象。我加嫩嫩的菜，好吃，一红葱头足香的，土豆豆腐，看到这些菜鱼的，啊，这边嘛是豆腐脑的绵密 ，OK， 我 OK 的，有一点点土豆打饼。就这蒜头，但是 OK 啦，没这样贵耶，嗯，还行。要不要再排了，要专心吃喽。你在干嘛？嗯，吃暗顿啊。还搞不吃了？我搞诶，就吃迄个猪脚烧酒，然后落猪脚一点啊一点啊拌尔。哇，那个味，哇，我会记这个味诶。嗯对了吗？对啊，那个扒就是有够嫩的，落到有够有够嫩的扒就是你。恭喜你。嗯。欢喜耶！拜拜，拜拜，啊，明天见，嗯，先困咯。